中秋我去央视的那个中秋晚会啊，对，不行，我什么月饼都不喜欢吃，我没有一个月饼我爱吃。对，我目前反正我的记忆里面，从小到大我但凡尝过的月饼，所以我记忆里的味道全部都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。对，嫦娥啊，嫦娥像没有。刚刚是谁啊？捣药是什么意思？Lady Gaga， Lady Gaga， 对，好了好了，听了华晨宇呆萌的回答，是不是跃跃欲试了呢？更多精彩尽在马上就要到来的国庆百万秒问答，9月30号晚9点开始，170小时不间断烧脑直播，坐上前椅，1万道有趣的智力问题，缔造停不下来的知识狂欢，1秒赚10元，用诚意和智慧通往百万之路。小老头都告诉你，这么刺激的玩法，只有在芒果 TV 才能看得到。